戏。选歌模式，请选择篇章，请选择关卡。请输入第四张卡片，获得召唤能力。属性强化确认，能力强化。是否要觉醒机甲？选择该使用的晶片。
还有老师，我们下来了。我们龙姐就知道，不要白。有。我们有没有被他打走？没有。来的时候，人家那个达克都被打走了。后来昨天都被打走，超模被打走，没货了。没货你要玩吗？玩，先玩一下。不要啦，那没货。不要试卡了，去爱买那边买。小心，你下课的时候再去，好不好？他就我认识的啊，那个机甲的。我说你真的十二点到哈？啊。我觉得比较早。就被卡发动。他的耳机我有都放起来的，然后他有那个溜空的。因为我刚刚看你了，没有打你。早上我打给他的时候，十一点之后没有打到，我打过去他家过来。干嘛要让初代的雷霆问？这个我没有啊，我卖掉了100块。新的啦。对啊，我记得，那我们都把是那个美品的，好不好？再哦。你要按两二重作者。哦。啊，你给我掉了。你让他哦，新召唤要出来，对啊，我这次很强，1000九，1700而已，那么弱，没有啊，都可以，开了，快输入战斗力嘛 ，Boss VOI， 任务完成，战术卡发动。请按钮开拳，小心，对手行动了。有人要等比赛啊，1:30要比赛啊，你知道吗？哎，那这边有比赛、啊，没有、啊？他这个也有比赛啊。战术卡发动，请按钮开拳。糟糕，被人士攻击了。你有对什么东西吗？这种东西没。